你好，欢迎收看2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陈燕汝。花莲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200多人，年后喝茶团聚聊不完，而县长徐正伟也到现场给予祝福，并且再次呼吁现场的会员赶紧接种疫苗。花莲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200多人，年后喝茶团聚聊不完，县长徐正伟也到场给予祝福，并且也再次的呼吁现场的会员赶紧接种疫苗。还没有打第三剂的，还没有打第二剂的，赶快要去施打，好不好？你健康，我健康，大家都健康，家庭安全，全是我们的社会的安慰。理事长黄夏明说，未来的展望就是在疫情退烧的情况之下，继续推动长者的福利相关活动，让会员们持续在地方活跃。我们展望今年，希望在疫情控制妥当之下，我们陆续还有很多活动要规划，包含了到各地的旅游活动，还有我们的学习活动，跟一些老人福利的相关活动，希望都能够顺利的推展。黄向明表示，会员们各个卧虎藏龙，多才多艺，活动当中都是由协会的会员自发性自编自导的表演，现场欢乐掌声不断，大家相愿每年都要健健康康，一起再来团拜。记者高双双、易礼正采访报道。